劲重口味泥浆菜，靓女边打选手边边到肉，仲要追住嚟边添啊！呢场系泥浆菜定系 SM 菜啊？河北张家口前日举办中国第一届泥浆大赛，有成300人参加噶。靓女为咗令到男子组振作，居然出动呢啲绝招啊！睇翻女子组先，虽然佢哋唔使穿过铁丝网，但系就要跳火坑，连狗狗都唔执输，参加埋一份。但系有网民讲笑咁讲，呢啲系城市有钱人玩嘅，农民仲喺个田度踩紧泥巴打农药啊！